总有台秀，永远嘛真感谢咱的主人家，予咱有这个机会。啊，尤其咱做主人家的好朋友，啊，有咱这个万应堂主任委员林天良，老人会会长金胜忠，伊着咱妈祖红大殿的老师本人李正文，啊，过了伊阿公李雄，啊，过伊的好朋友王五百，就是咱一二总有台秀，咱的团主吼，伊拢提供赞助。那么而且嘛，祈求到咱的太祖万岁，先天上帝关心帝君妈祖红大天上圣庙，会当赐予来保佑大家做事业真有路，提好步，事业成功有正好的前途，红牛赚，布牛起，荣华富贵万万年。特别感谢，感谢到咱所有赞助好朋友，感谢到咱的主人家，感谢到咱的妈祖的，谢谢大家。来，即马继续舞台顶，要来安排介绍唱高唱歌的 Kitty 的第一首歌曲来做安排，什么歌名？介绍一下。七老八十。七老八十。好，叫做金唱真的好听的歌声，七老八十。来，遇到咱的 Kitty， 真好唱歌的美女，美女要出场了哦。有时间，咱会愈来愈老，愈老，愈老。